Hello， 我是青怡啊。阿烈，我哋系香港艺术学院嘅学生，主修雕塑嘅。阿烈，点解你拣香港艺术学院嚟读嘅？因为嗰阵咧，我考完 DSE 啦，嗰阵其实高中嘅时候我都读咗三年 VA 嘅，咁嗰阵觉得哇，好中意，我好中意雕刻啦。其实我系中意雕刻开始嘅，跟住就谂啊，呢度都有四科可以拣啦，有雕塑啦、画画同埋陶瓷同埋摄影。咁我就想咁不如咁一嘢就入咗嚟读雕塑。咁跟住就慢慢读完。差啲，跟住就讀到而家 BA 咯。咁咧，我自己咧就係因為我自己本身係 mature student 咯，即係年紀大啲咁樣入。因為以前就冇一個機會俾我揀一個讀藝術啦。咁第一屋企人亦都反對啦。咁我到我自己出嚟做翻嘢嘅時候，我自己好想讀。咁而呢度係唯一個地方可以俾我係即係可以兼顧翻工啦。咁亦都可以讀到藝術的地方，所以我自己就揀了這個藝術學院讀。讀藝術學院讀了之後，我自己覺得它是開始了我人生的第二個階段。因為我以前是教書的，離開了教書，我覺得現在好像是即基本上創作是我生活的全部。其實我讀了咁多年啦，咁我最中意就係呢度嘅環境。其實雖然佢可能學校有啲細，但係咧佢嗰啲設備好齊全啦。我哋基本上有嘅，即係我哋需要用到嘅工具啊、機器啊，乜都齊全。起碼至少我而家到做功課或者做咗咁耐，到而家都 OK 嘅，即係滿足到我自己。